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仙。大家好，我是杰林。现在荧幕观众非常的困惑，就是这个组合，这个场地是什么意思？今天其实就是我们要投篮，然后就是挺公益，没错。Oh my god， 所以是该不会是要玩那个篮球机的意思吧？就是 PK 篮球机3-3，所以今天我们还找了朋友一起来相助。好，那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帮手，首先先欢迎我们浦原建筑篮球员，欢迎两位。那除了我们专业的篮球员之外呢，我们还有邀请到两位新入的青年，欢迎他们进场。欢迎两位热血青年一起加入我们。好的，看我们先要来一个自我介绍了。对的，就请他们先好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彭俊彦啊，我的特点就是速度非常的快，速度非常的快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佑中，我的特点是准度够。好，欢迎我们这边自我介绍，姓名跟你的投球的特点。大家好，我叫郭志杰，我的投篮得分很高。得分很高，有可能是我们胜负的关键。来，我们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来旺，我的擅长是使尽力气投篮。使尽力气投篮 ，OK， 永不放弃的那一种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来我们的分组了。直接要分组是不是？对，差不多开始分组了。好的，那你想怎么分？我觉得是猜拳猜输去你那队。为何是猜输的？就是等一下没有关系，也不用讲到猜输要去哪，但是等一下猜输应该就是去那一队。我们现在就请他们公正的猜拳。OK， fine， 我们让他们猜拳，然后自己选队友。对，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会先猜拳。专业篮球员开始。剪刀石头布。Oh my god， 请选择。好好选哦。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位又漂亮又可爱的少女杰琳呢？女神，真的，女神，我是女神，她真的很会说话。好，那再换这边猜拳，决定我们的胜负。剪刀石头布。Oh my god， 还有看到里面的东西。我也要访问。它不是只有表面，它是用心去看世界的，它不是用眼睛。Hello? 它不是用眼睛。Hello，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大千呢？因为帅气。长得比较帅，刚麦克风可能没收到，有帮他讲，长得比较帅。OK， 现在我们要进行 PK 赛了。Oh my god， 瞬间移动。后面就是我们的篮球 PK 机。好的，我们的规则很简单，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代币了。我们的规则就是三个人的总分加起来比较多的那一组就胜利了 ，OK 吗？来，刀石头布 ，OK 哦。那就由你们开始。好，我们先开始喽。好吧 ，Let's go。好，第一队就我们先发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给他一个下马威的感觉，就直接满分，直接突破300，直接900一个总分，直接吓吓他。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行，我觉得我丢脸了。两分球，Time's up，加油，刘佩欣，再来一次吗？是只有我被淘汰的意思吗？加油，加油！我希望等下谢林不要表现得太好。真的很落寞，谢谢谢谢大家。我们就看谢谢你可以投多好啊。好，现在换到我们这一队，我们要先来加油一下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手手伸出来，准备好喽，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没了，啊！
下班了。所以要先你先公布吗？要不你先好、啊、那我先嘛，我先、啊、你先366，哎，很高哎，平均一个人122，好强哦，哇，这样低于平均值很强。那你们几分呢？我们这一组就差你们一点点啦、啊、我们的组的总分加起来是590分。怎么可能，你刚不是投65分而已吗？我哪有哦，65，250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总之我们可以赢了、啊、好吗？ OK， 所有的队员们都很 carry， 但是因为我一个人坏了他们整个比赛，就害他们输了，所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我在那边要求加赛召唤出我们的 MVP 球员邱宇辰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邱宇辰，你们好。是的，邀请到邱宇辰是很厉害没错，可是我想要问一下宇辰，我们这队是590，他们是366，你确定你有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吗？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啦，应该是可以的，200分就够了。 OK， 好，那你派出宇辰，那肯定我们要再找一个人然后来 PK 宇辰嘛，对不对？来来，请你站中间好了，因为你们两位等一下即将 PK 了。你觉得宇辰是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吗？我刚刚他在那边练习的时候，我有偷看一下，他其实蛮强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有点紧张一下。你要有信心啊。没问题。那马上进入 PK 赛。我觉得稍微的还是没有逆转结果，但是你有什么感想？但是你们两个都突破300分，是很常在玩吗？其实很久没玩了，然后现在又回到好像学生时期，每天下课都会玩喜欢的东西，回到纯真的感动的感觉。好厉害，突破300分，很强耶！没有啊，因为我本身是非常非常喜欢打的。哦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其实今天呢是多少五粉丝，就是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做。因为现在暑假了嘛，然后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游戏，然后玩投篮机。只要你的分数超过200分，然后把你跟分数合照上传到新闻节目的粉丝团，还有我们的粉丝团或自己的脸书上面都可以，就可以获得你那个小礼物，可爱的手机做这样，一起来做公益，然后有很多的粉丝店，很棒。你说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的部分，是上传越多中奖机会越高，邀请大家一起来汤姆熊一起投篮挺公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最后出赛呼个口号，请带队，让我们一起投篮挺公益。